认命了吗？你错了，这不是修剑十九式，左手刀，刀明尽铅华，刀谱黄粱醉梦，右手剑，剑明不染尘，剑谱西楚。 剑歌，你看，连老天都要帮我。 所以你现在明白，为何我看的是天下了吗？我可是九仙百里东君。 姚儿，师傅，害我二师兄的女儿，你怎么偷偷回来了？若不是先生回来了，谁来帮你解决那个最大的难题啊？哎呀，你还真是慢呀！该走了。寇爷爷，你爷爷他一早就回了黔东城。啊？先生在解决了卓清大剑后，先回了趟行馆。侯爷得知你无碍后，便在破风军的护卫下历尘而去了。 你放心吧，放心吧。该回雪月城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一城之主哦。那长风呢？他不也是城主吗？他呀，他有别的事情要做。这天启城的事情，到现在也该了了。回雪月城，不问朝堂事，只做江湖客，如何？ 那自然是好，你们家是世袭罔替，以后你可是能做侯爷的，这侯爷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说不做就不做了。我本就不愿打仗，此番是为了爷爷而来。既然此事已了，好，我们回江湖。好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，那我们就回江湖。 走。